元吉武第十二集和谐之光。元吉功法盛行于金元时期，原为皇室才能习练的功法，包含有动功、静功、按摩功、兴德功、元吉图理论、天人合一、阴阳五行。元吉武是以元吉功法为基础之武术气功的舞蹈，是修心养德练功三合一的舞蹈，是将修身养身健身练功娱乐治病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特殊舞蹈。元吉武经由武术家、舞蹈家、医学家、文艺家、音乐家及元吉教师同学们共同创编而成，依据中国传统的文化精华、养生保健理论及中医人体经脉规律学说，并将舞蹈和传统音乐融合为一体，所编织而成独具特色的舞蹈。元吉武第十二集《和谐之光》阐述了华夏先祖的德根道统，德法并展，以和为贵，阐明了人与人、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统一、共存共荣，以大海般宽容慈爱的心，以水川石般坚韧不拔的意志，和清水般透彻圆融的智慧，以及与世无争的品格，默默地为世界和平及和谐做不可估量的贡献，并以至真至诚的无边大爱，终将呈现人乐家和、国安与清、和光普照、世界大同的境界。和谐之光内涵丰富深刻，启迪心灵，音乐发人省思，催人上进，动作刚柔并济，内外相合，乐舞相融，长期习练可以强健体魄，净化人心，颐养心智，陶冶性情。愿元吉武和谐之光带给大家健康、快乐、幸福。请看整套动作表演。请看整套动作表演。
和谐之光各式分解动作讲解与示范。请大家学习第一式华夏主风，请看示范。预备式，两脚并立，腰直头正，全身放松，双手自然下垂，舌抵上颚，呼吸自然，两手托抱于腹前，两眼平视。本式要点：神清体静，心平气和，气沉丹田，松静自然。第一遍动作，一八拍，一二三四，开右步，右手画弧，身体向左，左手向右上方穿掌，两手前后打开，眼望右方。五六七八，左脚前点成高虚步，头向左摆，眼望左方，手腕内扣，两手撑按。二八拍，一二三四，左脚扣脚，踏实，上右步，脚尖外摆。两臂拉直向后回环，五六七八，落实右脚提左膝，左掌下按，右掌上托，承接优良道统。三八拍，一二三，左脚下落成马步，两手掌心向下，撑按于两胯外侧。四五六七，两手合抱交叉，举至头上打开，叉右步撑起。八，开右步，两臂打开，向右轮转。四八拍，一二三四，重心落于左脚，右臂沿体前摆至左侧，左臂轮转半周，背于身后。五六七八，重心右移，收左脚扣于右膝后，右掌平摆。五八拍，一二三四，开左步。两手向左上方伸展，五六七八，两手经头上画弧，收左脚横担于右膝，右手平托，左手剑指回拉。六八拍，一二三四，左前方上步，两臂向后回环，经体侧上扬。五六七八，劈右膝，拧腰，两手经头上握拳拉开，拳心相对。七八拍，一二三四，平开右弓步，右手下落背至身后，左手挥至右侧，左手立掌，同时头摆正。五六七八，正右脚开左弓步，两手轮转至右胸前，右掌扶左拳撞肘。八八拍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左拳变掌。由右手下穿出，
退左步，退右步，再退左步成右高虚步，两掌拉于肩平，七八右脚落实。第二遍动作，一八拍，一二三四，开左步，左手画弧，身体向右，右手向左上方穿掌，两手前后打开，眼望左方，五六七八，右脚前点成高虚步，头向右摆，眼望右方，手腕内扣，两手撑按，二八拍，一二三四，右脚勾脚踏实，上左步，脚尖外摆，两臂拉直向后回环，五六七八，落实左脚提右膝，右掌下按，左掌上托，承接优良倒桶，三八拍，一二三，右脚下落成马步，两手掌心向下撑按于两胯外侧，四五六七，两手合抱交叉，举至头上打开，叉左步撑起，八开左步，两臂打开向左轮转，四八拍，一二三四，重心落于右脚，左臂沿体前摆至右侧，两臂轮转半周，背于身后，五六七八，重心左移，收右脚扣于左膝后，左掌平摆，五八拍，一二三四，开右步，两手向右上方伸展，五六七八，两手经头上画弧，收右脚横担于左膝，左手平托，右手剑指回拉，六八拍，一二三四，右前方上步，两臂向后回环，经提侧上扬，五六七八，提左膝，拧腰，两手经头上握拳，拉开，拳心相对，七八拍，一二三四，平开左弓步，左手下落背至身后，右手挥至左侧，右手立掌，同时头摆正，五六七八，正左脚开右弓步，两手轮转至左胸前，左掌扶右拳撞肘，八八拍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右拳变掌，由左手下穿出，退右步，退左步，再退右步，成左高虚步，两手拉于肩平。本式要点：肩松生活，步伐稳健，脚趾扒地，注意平衡，正脚有力。请大家学习第二式，大爱永恒，请看示范。第一遍动作，一八拍，接上式七八拍及第一拍，开左步，抬右脚，两臂轮转，左手指胸，右手立掌，二三四，上右步，左脚尖撤点地，左手下落画弧，和右手托心灯，提左脚盖步，落于右脚右前方，五六七八，左手经体前向左下方送出，眼望左手方向，二八拍，一二，平开右脚，左手向上翻掌托天，右手按于胯旁，三四，两手轮转叉步下蹲，右手亮掌，左手当胸，五六七八，上半身动作不变，缓缓直立，眼神至下而上，直至右手，两手转掌轻抬左脚，三八拍，一二，左脚落实，左手翻掌下落，三四，上右步扣脚，
两臂力圆轮转一周，五六七八身体扭转成掰弓步，身体略前倾再后仰，左手直臂托高，右手指胸，四八拍，一二开右步，以腰带右手从左臂下穿掌平胸送出，两手打开，三插左步为蹲，双手合十。